延边龙鼎队的主帅金凤岐，球员的受伤啊，是任何一方球队的教练组都不希望看到的情景。回到正常比赛的节奏中来。 虽然给出了28度的这个室外气温的字幕，但是呢，在球场这样一个比较巨温的环境下，可能赛场上球员的这个体感温度还要更高。哦，这球没有进，没有进，没有进啊！ 喊出他的名字，这球延边队的飞铲没有铲下，有啊，丁程队一次反击进球了，这球给的位置其实挺舒服的。 这球，四十号的维迪奇的这个防守动作呀，也比较凶悍的。所以这个球，对，这个球还是裁判组啊，裁判刚才这个视线可能被众多防守队员这个。 身影阻挡了，所以还是征求了一下这个边裁啊，近端边裁的一个意见。中甲联赛是没有 VR 的，所以对方的这个门将也是场上的队长啊。面对着这样的现实，那么我们就面对好了。 人生何尝不是这样呢？当事情来临的时候，我们要勇敢的面对。延边队，延边队，伊沃再次创造了点球的机会。助跑，调整节奏，打门，球进了。 又进了，延边队扳平了比分。延边队凭借伊沃自己创造的点球，自己。